天的来宾非常的香哦，让我们先欢迎赤鬼。大家好，我是赤鬼伯伯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婷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婷彭。耶、yeah. ！听说今天这两位酒量好像都不太好，是吗？从来没有品酒过。他上次在我家也喝大概一瓶啤酒，然后就开始，那这集怎么办？我喝醉我会，我会这样后退，然后这两个自己在那边拉。跟观众介绍一下来宾。他们都是算是有四个字的称号，赤鬼伯伯跟乒乒碰碰，那两个也都是一炮而红的样子。一炮而红听起来很轻快。应该说我们俩都是男同起来的。对 ，YouTube 有个专门在剪突起的实况组的，像你就是在那个 Twitch 上面就是很性感，然后色色的，所以大家都很喜欢。怎么了吗？你为什么胸部还特地涂亮粉？因为。想要帮你这样子，然后帮你增加你脸上的亮粉啊。那你有带那个写真集，可以介绍一下。这个是一瓶的海岸线，那这个已经绝版了，想说送给你们。这个好大，好香啊，好香啊。这个各位饿了吧？饿了。那先喝酒，不，先吃饭。喝酒。哇，这拼盘看起来很有料哎。我觉得这看起来最厉害，这个虾子，而且它有个什么巧克力酱。对，好怪哦，这好不好吃哎？嗯，怎么了？怎么？薯条、酥皮虾沾巧克力酱，究竟是巧克力酱令人向往，还是甜辣酱好吃？我觉得应该是甜辣酱，是可以搭得起来，但不会觉得特别搭。我要吃猪肉丸，这个好吃啊，我可以吃哎，哇，顿饭呢？来，海胆干杯。你这个好危险，你这个好危险，你都快掉了。接到了，接到了，没有，你裤子上都是。它味道很螃蟹，我不觉得吗？因为旁边是螃蟹，但是都很蟹，超蟹，很鲜呢，超级好吃的。而且它饭其实虽然是炖的，但粒粒分明，有嚼劲的。瞬间对这个没兴趣，那我给他面子。好，牛肉是真的很嫩，只是跟这比起来，真的会相形见绌。这面是好吃的，但是有点辣。有一点辣，嗯，红酒炖牛肉一定要加一点辣椒。我自己在炖红酒炖牛肉的时候，我都会加一点辣椒。哇，那么嫌贵哦！他平常都开就是厨房台，我就不吃了，因为我要留着喝酒。那我们负责吃，你负责喝，太棒了！还有我们的第一杯，这杯叫做美丽的傻白甜，是在对应白雪公主。然后这杯酒的话本身是用白酒，然后还有紫苏去做搭配的，喝起来会比较酸甜酸甜的。然后这杯是我们的第二杯，这杯叫做十二点后就素颜，仙杜瑞拉灰姑娘。这杯是用了青草茶，然后跟仙人掌果泥去做搭配的，喝起来比较清爽一点，带草本风。这杯是沙漠浓花，对应的是阿拉丁里面的茉莉公主。这边是使用四季春茶，然后搭配水蜜桃去做。好想拿起来搓一搓。好，冲，变大了啊！变大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好大好大。这杯叫做冰山美人，对应的就是 Elsa。然后这杯是使用威士忌，然后加上奶啊、巧克力饼干啊这样去做搭配，喝起来比较偏甜一点。这杯叫做海后，这杯是使用莱姆酒，然后还有凤梨跟百香果去做比较夏日的搭配。花木兰，没错，就是花木兰。这杯叫做女强人，这也太大幅了吧！喜欢喝酒的人可以慢慢喝，它是用茶跟通灵水去做搭配的。这杯叫做酋长的女儿，很冷门的一个公主啊，老家康帝。七公主的调酒就上齐喽，当然应该要先敬一下吧。我喝搓搓就会变大的，那这个跟你好不搭哦，太文雅的那种感觉，我就像拿茶壶了啦，好过分，有点上头。你这个会想要一直喝哎，它喝起来其实有点苦苦的，一般那种甜酒或者那种梅纳酒，它很像是柚子皮的感觉。要我先喝我的，我超级爆炸甜。哇哇，好甜哦 ！Oh my god！ 新推出的十八禁卡牌，先说我是一二三，第一次来 Vana 的喝，那我们都是这边这边，有戴耳环的喝，只有我没有，可是我这个是假的，我不算真的耳环，一样啦，认赌服输，你有耳环，好啦，住新北市的喝，有做指甲的喝，没有，我指甲都断了。还是有错啊！我自己涂的，你自己涂的也算吧。这样算，这样算，这样算，我是最干净的。
一个到的喝。第一个到的是他们。用舌头绕对面玩家内耳朵一圈。对 IG 聊天记录的第三位是，培根赚到，亲上上位玩家的脖子，在说什么啊？在说什么？与上位玩家交换外衣，不行吧我？哪种姿势最容易高潮？这个真的要讲啊，不讲就喝。与上位，向吧台索取拉酒嘴三秒。是威士忌耶！我的妈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了？他刚才不是一点点倒，他刚才整个那样倒下去，然后我刚才喝完是。今天是你喝过最多的酒吗？现在应该是。那我们进入第二个游戏，橘子花，大家都看烂的游戏。我们请我们的幕后洗牌一下，你知道规则吗？你还好吗？还行。欸、他喝醉了，我刚看他，然后他就这样。你在笑什么啦？拿东西塞他嘴巴。你先，你先。好了。这倒不是水。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橘子花游戏。你先好了。好的。哎。哎。你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要喝11杯，我先帮他喝掉2杯好了。耶！ Yeah! 那我们就继续，输的先。他不就是个啤酒而已。对啊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输了。他刚说不行，我不能再输了，所以你要再喝一杯，因为你知道。心跳跳错会的。来，我们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。来，准备哦，准备，开始。我怀疑他根本就看得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让他，5 4 3 2 1，这毫无疑问不用喝吧？11颗。你可以去旁边休息一下。看来今天酒精流氓最后只有一位来宾。不能躺着，酒会滑出来。来，3 2 1，开始。哦，你干嘛一直摸我的手啊？你真的以为在玩 SM 哦？要了。3 2 1，零，好，停。我要啊！来，3 2 1，开始。要这是免费可以看的吗？哇，厉害，很厉害，你很找不到啊！3，哇，好像没有找到。我输了。好酒量啊！小朋友的游戏结束了，现在是我们两个大人的游戏啊！太棒了，
喝酒的，喝酒的。刚刚玩完蒙眼，现在是来点不一样的。没错，我们来点活动类的。开始。怎么去呀？没有，超难的嘞。所以要喝酒哦，真的喝哦。进五颗就要喝五杯哦，很香，很香吗？那你可以喝一排。他想喝。你冷静，你冷静，这不是五杯吗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是我是我是我。你的 shot 是那个，你要把那个喝掉。哦，放回去什么意思？敬我一杯吧。好 ，OK OK， 来，你先喝完一杯，我们再敬第二杯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干杯。不要，你先喝完一杯，我们等干杯。你都这样子。以后不给你亲亲了啦。我帮你喝，那你就要给我亲亲，一次而已。好，可以。不要用那种调情的眼神看着我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没说哎。好啦，给你亲一下吧。怎么给我？你要亲不完啊？快点快点快点！可以可以。是我的舌头吗？讨厌了。好啊，饶过他，他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的酒精流氓到这边结束。如果还想看我们拍什么，或者想让我灌醉谁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。反正也会当你没说过。耶！这个是已经绝版的一瓶的韩蟹，今天很开心能喝那么多。我是冰冰梦宝，下次再见。我真的是被两个巨乳围绕哎！你摸摸看它的，它超级无敌软。我的是挤的，所以我的要伸进去摸。我的也是很弹的耶。对，但是我的是小的，我的很小。可以再更深入吗？先不要摸到头。谢谢。